梅里市区三个主要州选区虽然都被视为华裔选区，但是阿德南花了一整天在梅里跑动拉票，向华人选民释出善意之际，也不忘呼吁土著选民全力支持国政。阿德南较早前，也就是下午，在贝尔骚为国政候选人拿督陈超耀站台拉票时就表示，梅里土著选民如果能一致的支持国政，那么国政也能拿下一向来被视为在野党强区的贝尔骚、普义和史纳丁。Melayu, Iban, Melayu dan sebagainya selalunya menyokong Barisan Nasional. Don't break it up. I tell you, I've done my calculation. If semua Bumiputera menyokong Barisan Nasional, we will win in Piasau. We will win in Panama, Piasau. We will win in Pujut and we will win in Senadi.贝尔骚、普义和史纳丁都是梅里国会议席属下的州议席。三个选区中，贝尔骚和普义的华裔选民比例都超过了总选民的一半。至于史纳丁的华裔选民虽然不到一半，但也有43.8%。国政在这三个选区都派出了华裔候选人。